大家好，我是伊利，我是你。今天我们要来玩《玩具总动员》的积木木木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四个，这个是扎克、三眼怪，还有那个狐狸崔斯吗？崔斯就是哦，对，崔斯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分配？两副啊。好啊，你在选吗？对，我没有选到三眼怪。剪刀石头布 Yes， 我赢了。那我要选三眼怪。不是三眼怪。你拿到他是他的，但我要选三眼怪。好吧，那我下一个选狐狸。狐狸，那我扎克大魔王。对，这两个是我的。对。好，那我要先组崔斯，你要组谁？我要先组扎克。这么少啊，他只有几个零件而已。扎克大魔王。你看他的头，好恶心哦！啊，你是正的还反的？是正的吗？正的啊！我这头比较正。我的推是完成了，长这样，然后拿着一个相机。那你的好了吗？我的扎克大魔王也好了，他拿着一个绿色杯，黑色棒子上面绿色。所以是什么东西？魔棒。大魔棒。我觉得像我接不下去，这是一个老差学员。第二个吧，好，无敌，三眼怪，我的爱，里面一样有片，里面有两张，啊，跟一包一样，被分尸的无敌，被分尸的三眼怪，又是一个秃头的无敌。完成，我的也完成了，戴手套的无敌，是有咻咻枪的三眼怪，还有。谁啊？崔斯，你们每次都忘记他的名字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崔斯是谁？他女朋友。谁的女朋友？狐狸的女朋友。错。巴斯光年。是吗？他是狐狸的妹妹。所以我完成了崔斯跟狐狸。三眼怪跟扎克，我的扎克比较帅，好不好？魔王是外星人。偷偷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哦，我们一加一出贴纸喽。那要怎么拿到？很简单，只要在我们一加一 Facebook 粉丝团的这影片下方 tag 你两个朋友。然后我们再从中抽出十名，抽出十名，然后将我们的贴纸免费送给你。拜拜，拜拜。所以我完成了崔斯。